嗨，嗨，好，我们有办法，又到了 Wednesday 了，哎，麦克风 ，I don't wanna live without you。I don't wanna be alone. 想念你的每个角度。疯了！啦啦啦啦啦！忘词了是不是？你不知道我在想什么，翻译翻成中文。好吧，两位耳先，稍等一下，我们先开始了，好不好？真的，这么开心。好，又到了这个礼拜三了。哎，今天呢？不对，昨天呢是高国中小学的开学，所以大学还没。大学都自己开学了，大学说三月二号，大学三月二号，现在个礼拜一，好，大家开学就是要大家就收收心了，也要注意一下这个，对不对？新型冠状病毒，对，哎，怎么了？没有没有聊天室，哦，冠型不用开聊天室啊，我们也没有在跟观众互动，已经过了，今天也是预录啦，哎，不是预录，我想以后。我来礼拜三的节目，我就穿同一套衣服了。你都没发现我这三年来都在做差不多的事情。我就穿同一套衣服，然后这边制服，就像这个节目会有制服一样，这样有道理，对不对？对嘛？这样以后管他预录不预录，我们一天录八集。对啊，观众也看不出。我们就算说预录，他们也想说啊，不，搞不好不是预录，对不对？对啊。像我们说今天是预录，你们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预录。对，然后我们又不跟聊天室互动，又没有对。然后偶尔跟聊天室互动一下，讲一些中庸的东西。那个观众讲那个超好笑，他们就看这个好好笑的，这个我们中用的东西，超级回避好不好？胡乱，那谁刚说的什么白痴？怎么可能？你有看到吗？应该是洗大鱼啦，没有别的，没有别的了，聊天室没有别的了。好，哎，世界啊，就是最近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关系嘛，世界其实各大的活动跟展览都有。受影响，并不是只有比如说像我们台湾前阵子的电玩展啊什么受影响，包括了像是美国的 PX 就 PAX 游戏展 ，Intel 的世界公开赛应该就 IEM 吧，然后 SNK World Championship 啊都没有了，是不是？应该都延吧，都延吧，不太可能会取消吧？可是延着延着，搞不好就明年就下一届了，就算了，也是有可能，搞不好延着延着就是哎，对不对？办完要隔天直接搬下一届这样，直接跨年场的哇！我们今年的活动持续12天，对啊对啊，两周超久的。然后今年电玩展又延变成跨年场，如果电玩展跨年场，我可能会想去，真的感觉酷。跨年场有什么好去的？不是，反正跨年去哪里都是人挤人啊，电玩展也是人挤人。如果电玩展还可以弄个 LAN party 感觉不错。对啊，可是你想，如果电玩展，然后我们的工作像电玩展啊，隔天放假这样子。去那边，然后又是我们自己熟悉的领域，对，而且他们感觉就试出一些因为跨年特别的活动，对啊，真的，感觉不错啊，听起来已经是最适合我们这个族群的跨年场啦，真的，而且，好不好？跨年的那个晚上呢，正是我们活力最强的时候，真的，对不对？总比早上去一个什么什么活动，大家不会啊，嗨，大家好，我是六太。对啊，演出来很肿，这样子，对，水肿水肿。在休息室看脚本的时候，还在按摩一下，眼袋还很肿。我之前真的什么？你这我也连我都有，好不好？每个人都有啊。有听完展之后，在旁边就是因为很多人同台，然后就是回到开始。不要讲出来，不要讲出来，你很敢。这里工厂没有人就会再找你去工作了。他说：“哎，开玩笑的，有没有电玩展大鱼？喝咖啡，他会睡着，两大话，什么厂长？超级什么厂长？下去，把地打碎，太多奇怪的表演了吧？太妙了，好不好？笑死！好啦，那就是也没有办法，就是只能也等等啦。”对啊，希望就是疫情好。不过其实大家要有一个观念啊，这是好事啊，这表示这些展场的主办单位，他们都会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当做对，当一回事，然后有去做的，因为不可能是随随便便决定延期的，一定是经过考量的。因为一延期一定损失非常惨重，大家都损失，大家都损失，没有人有好处，没有人有好处。所以要做这一件事情，一定是因为他们真的很重视这个，不敢大意。没错，没错，没错。很多地方就是可能就是哎。可能他们的新闻没有讲到，或者是他们平常没有关注到这一些消息，没错，然后就大意了，就完了，然后就去了，就绕境了，反正是被宗教影响。我想，任何历史上的严重的疾病都是因为没有 take it seriously， 对不对？对，那当年那个黑死病，宗教关系，但宗教关系加上大家防疫的那个概念不好。所以那个时候想说，那个时候有一个电玩展，然后想说啊，黑死病没关系，你没有严重，我们电玩没有电玩展，对，
一弄下去，哇，整个欧洲好不好？死一半的人， oh、God, 真的，就是因为那个没有盐，还是上面玩刺客教条，难怪死光光。喂，哎，这是好事。哎呀，就是不知道怎么讲啊，就也不是不知道怎么讲，就不要傻了，好不好？很奇怪、欸，对啊，这是我这平常是很政治正确，但是。你这很白痴，不要弄啦，烦呢、欸！弄弄弄弄，感染起来怎么办呢、啊？韩国什么的干嘛？没有看过人家也是真的，对、啊。哎、欸，说要说真的，那个时候电玩厂确定延期的时候，我反而是松一口气。我们那个蓝色平台有没有？有很多一些就是同事好友们，对不对？也有一些人在发文在那边哭说啊，那个没工作了，没工作了，那边哭、嗯。可是我反而觉得哦。是啦，是没工作啦、嗯，但是就松一口气，因为我自己其实蛮紧张的，真的，我自己蛮紧张的，而且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就算照办了，那个体验也不会是好的。对，没有，而且你要知道，来看你真的来看你的人都是喜欢你的人，如果因为他们喜欢你来看你，因为这样，而且他们就是生病了或者是干嘛了，那你一定对啊，得不偿失，遭到歪头，对啊，直接改名不叫鸟蛇，改叫瘟神。喂，瘟神完全改名，瘟神豪，瘟神豪，白痴。哎呀，总之好啦，大家就是自己注意，不用过度恐慌。我觉得是现在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有两个极端，没错，就是有些人会因为新闻一直报，对，新闻一直报一直报，有些人会过度恐慌，然后有些人就是过度不在乎，还是过度不在乎，或者是他妈就是不信邪这样子，对，比如说还是硬要去疫情比较严重的地方旅游啊，或者是就是还是要直接坐飞机，执行就是高危险的那种交流的那种活动这样子。我昨天还前天才看到一个影片，是有一个住在武汉市的一个中国人，他就从他家的窗户录影，他就说这个小区我们这个小区的人都已经快要不行了，就是已经快要人类极限了，因为他手机拿去外面录，然后外面就是对天黑都看到，全部都是尖叫，都在尖叫，然后就超像地狱的，对啊，因为大家都被关在棺材角，关到已经快疯了这样，然后有些人可能甚至是有一点点生病了。就是真的有一些生病状出现这样，可是还是得关在家里不能出来这样，很恐怖哎、欸、那影片，对啊，那边超恐怖的、欸，因为里面他们就是怎么讲？因为他们在里面，我觉得那个心情会对啊，会影响那个生理状况，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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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你搞不好也只是。就是你在家里闷很久，的确会有点病病的。对啊，我整个周末都没出门打电动，在家里又有点生病的感觉。欸、我还好，我也真的也还好，我可以两个礼拜。我还是会偏快乐一点。你很厉害。就是这样子，然后他们可能就，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就会心里很恐慌，因为他们聚集在一个高危险区，觉得说，啊、那我这样子身体有点不舒服，或者是啊，我头有点晕晕的，想睡觉，我是不是有生病？然后你就一直在担心。受怕，你的那个免疫力就会降低。对啊，心理免疫力降低，对啊，就很危险。很可怕、啊。我觉得现在台湾有一些就是说那个，比如说看那个 YouTube 什么的那种直播的那种新闻，我就是挂在那边这样子看，从早到晚就是一直在报，各处哪边又很多确立很多确立什么干嘛，一直报，然后一直在重复。我觉得，我不是说这个东西不重要，但是。也让有些人可能真的会有点恐慌啊！恐慌的时候我就说了嘛，那个免疫能力会下降的话，那搞不好他就真的，搞不好不是中那个不是新冠，对对对，但是可能也会得个感冒或者对啊对啊，然后就会越来越恐慌，恶性循环。就是哎呀，不知道该怎么办，尴尬啦。我觉得大家如果家里有空间的话，也可以买一些粮食囤起来。我现在已经在做这个，我并不是说真的会发生什么事情而没有东西可以买。是有备无患，防范未然、啊。大家可能会有备无患，会完蛋了，然后就开始爆，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反而就哎怎么没有东西可以吃了？对对对，真的可能没什么事，但是有一些就是那种状况的恐慌下会造成那些对啊对啊行为，所以大家就是、家里的那个还是要准备掉。像我明天开始。就会把我室友赶出去、啊、为什么吃太多食物，因为他昨天去钓虾没有找我我也会把他赶出去这样谁还是把你室友做成储备粮食会不会偏油偏油可是他的身材可以做很多他身材可以做的他身材可以做很多本身灯的燃料但没办法做很多食物太扯了太扯了太扯了对好反正疫情就是这样总之大家就是其实我觉得台湾没有那么严重台湾其实真的但是就是你自己就洗手然后虽然没那么严重
你就算没有这一个病毒，你本来你也应该要勤洗手，对对对对，应该是要保持卫生。那种活动好不好？比如说很多人聚在一起，然后很近的，大吼大叫会有口水喷出来那种活动，就尽量就。不是尽量就不要去啦，求求大家！大家有口水活动，对啊，就是控制在家中。哎、欸，欢迎大家来参加第三届的空气小喇叭比赛，这样。Oh my god! Oh my god! 太轻了，对不对？对，危险哦，对啊，还是。200人同时在一间小教室 Beatbox Battle Royale 大赛，对啊，直接口水喷。不不不，观众你好，你好，谢谢杰哥。不要，对对对，超危险的，超危险的，那跟关在一个活动中心扫射开箱扫射是一样的意思，真的，小心小心小心。哎呦，我突然变极限运动哎。好了好了好了，我们来聊一下这个这一周的游戏的相关好了。《魔物猎人》在日本推出手游新作《Monster Hunter Riders》，手游。我们来看一下游戏的画面。手游。巨玩没有了。如果有要找我的话，就不会巨玩。对，希望找我。它就是一个以前3DS 出过的，就是那个玩家扮演一个什么魔物猎人的蛋的养育者，然后你可以养出魔物猎人们，雷狼龙，你就可以骑在他们身上，然后跟其他人打架。前面那是什么轰龙吗？就是把魔物链包装成宝可梦了，对，你可以这样想，那感觉蛮可爱的啊。然后出了手游，相对起来是可爱，对，是可爱，主打比较儿童，那是完全不同的风格，对啊，游戏概念也不一样了。对，其实但其实，在之前物语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新的尝试。我自己是没有玩，但是我觉得那并不是一个坏的尝试。嗯嗯，那现在选这个东西来当手游也是蛮合理的，因为它的本片就太 hardcore 了，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的。类似的手游的大部分现在好像只有那个什么 Explore 还有一些人玩，对，其他的基本上就没了。嗯，所以换一个东西来做一个题材，但是《魔物猎人》世界观下面的，我觉得就还不错了，就看一下。希望卡普空找我。嘿，希望任何人都可以找，什么东西都可以。我现在什么都接，我现在很贱，我现在不挑，不，现在不挑，我什么都接，我现在什么都接，我也是什么都接，我现在什么都接。那你以前曾经挑过吗？我当然挑，当然要挑啊。没有，我的挑不是说，哎，你这个太烂，我不要。是我觉得我可能 handle 不来，对，你应该有更适合的人选，那我可能就会向厂商推给其他。没有，这不是客套，这哎，对啊，这是你如果做的不好，你去接他工作，名声就更差，也是坏影响的。对啊，那我现在就是我都接，什么来我都接。对啊，什么来我都来。那个你要是不知道是请问你 ，OK， 好，要 OK， 好。我们进行的跳伞不带伞的 YouTube 的影片，我都跳伞不带伞，好吧，那只好接了，不然怎么办？快接啊！全部都接，我现在就命贱，我现在就是穷人，好不好？我就是要什么都接，好不好？为戏打拼。对啊，我现在的账户跟大家报告一下哈，我现在账户的存款大概是478块。哇，这么厉害！上次检查 ，last time I check， 478块，好不好 ？OK OK， 你全部这么多，这样这是怎样？全部出去，大傻逼 ，long hole 里。对，我现在什么都接了。哎，这个哦，台湾我觉得我不知道哎，我希望它可以共同伺服器啦，然后中文客户端，我希望可以做成这样。如果这样的话就比较好嘛，比较一起玩跳。不是啊，倒的话就大家一起倒嘛。不会说也是啦，这样撑的话对呀对呀，大家一起撑嘛。也是啦，如果你是代理的话，就比较危险的就是会这边，唯一担忧的会是这样。怕怕的。对啊。可能代理觉得说，还好，不到我的预期，那我们就推的力道没有那么大，对，玩家变少的话，如果他有一些跟同伴啊或者共斗系统什么的话，就会比较冷清一点，是的，就比较悲伤一点，悲伤。沙比系，沙比系，沙比，沙比系，维沙比系，或者就互相比较，我抽到 SSR， 没得比较了。他说：“耶，抽到 SSR， 什么游戏？”哦，好棒哦，恭喜你！完全没有炫耀感，真的没有炫耀感。来，好，下一个是《动物之斗》，释出魔王角色狡诈狐狸跟坏狗。我要看坏狗是哪？我要看坏狗，好可爱的感觉。Bad dog， 这有什么区别？他原本他就只把那个狐狸只把手包在胸前。哦，对哦，狐狸是用踢的啊，然后坏狗大概是那个吧，就是他手解放。对嘛，狐狸的手解放了。那坏狗嘞，拿武器。坏狗是之前那个右勾拳。肌肉拳。真的，他右手拿了一个骨头。
他们应该最近也要出一个那个了吧？就是前一阵有那个啊，柴犬很壮，柴犬喝酒的那个啊，有吗？有啊，又是柴犬，有一个柴犬，你们知道吧？有个柴犬坐在吧台，然后他刚好有一块阴影挡在这，然后就很像一个柴犬穿那种僧侣的半截衣服，然后坐在吧台这样很壮、哦。对，好帅，好不好？应该是，可是造型上好像会跟上面的柴犬冲突。对呀、啊，好像出 skin 啊，可能出 skin。哎呦，柴犬内斗，我的天！啊、哦！我今天还看到一个喷火的狗，喷火就是一团萤火，然后有两只那个拉布拉多躺在很远的地方，然后一只狗刚好嘴巴这样打开，然后接到那个火苗，然后就变成它喷火。应该也要出一下啊！应该也要出一下。我甚至觉得那个戴口罩的猫都应该要出一下。好、哦、对啊，真的，真的，一个那种杀人魔的角色有没有？那口罩戴着这样子，拿一把有血的，然后伸出菜刀这种。而且好凶啊！对啊，该出这种那格斗游戏里面都一定要有蒙面角。对啊，要蒙面，然后可怕的那种啊。然后过了大概两年之后，人气有点稍微低落的时候，出一个脱面具的 skin 这样。哎呦，对不对？终于看到本人了，脱面具概念哦。想不到，居然只是一只可爱的小猫。哎，真的，对对对。看看我们 UB 爸爸，看我们 UB 爸爸最近终于脱了宣传面，脱了多少人的面罩啊！哇塞，多少广大的阿六粉就射满地、啊，真的哎、欸。开什么玩笑？感觉每个都这么帅这么美，谁受得了？对呀、啊，那个医生，哎，干什么呢？我差一点就从柜子里面这样冲出来。医生有没有帅、欸？医生超帅，医生帅到爆，这样冲出来。不愧是我们2.5先生，真的真的真强，真强，真强。是是是。好，再来这个是衰神上身的秘境探险真人版的，是我们的 Drake。那。导演缺席仍坚持开拍，他已经换过6个导演了。为什么、啊？导演本身衰神上身了，有可能说拍都会衰。Oh、my God！ 换了6个导演，导演就这样。我们现在要拍这个火车哈，这样撞过来这个井后，我们撞在这个滑轮上哈，然后开始一推导演掉下去，喂，掉上了，然后抓在那边这样，然后开始爬，然后那掉下去，跟里面游戏情节一样，而且那。灰色跳山谷这样弹一下，灰色弹一下，再弹一下，模组直接爆掉。他那个他会由汤姆·霍兰德饰演少年时期的 Nathan Drake， 暴雷王哦，就是那个至尊小孩，对，暴雷王，就是每次都复仇者什么地方讲，不然讲出来，狂暴雷，白痴，屌吧？马克·华伯格饰演苏利，这个我就不行了，啊、我就不行、欸，马克·华伯格不能演苏利啦，苏利要找谁，你知道吗？要找以前那个终极沙阵的局长来演。可以，我想的苏利搞不好那个演萨诺斯的那个也可以哦， oh, 对不对？因为他感觉就他留个小胡子，对，你想一下他的脸，苏利谁演都好，怎么会是马克华伯格？对啊，怎么会？马克华伯格管好 Facebook 就好了，好不好？不是那样的，不是。马克华伯格苏利我不行，因为没有、啊。可是我觉得马克华伯格他还有带着，虽然他已经年纪很大，但是他的脸有一点老外的稚气。对对，而且马克华伯格是很壮哎、欸。对他如果真的化妆化的好的话，你叫他演一个20几岁的角色也是很正常。对啊，所以你叫他演苏利，至少看起来60几岁啊。可是他就是要看他这个，他有写嘛，少年时期的 Drake 那个德瑞克。哦，所以要看他多少年啦、啊。所以苏利可能也是年轻的时候。对，但是还是要看他多少年，因为苏利很老哎、欸。苏利应该可是 Drake， 比如说30几岁，他少年比如说10几岁，那就退了20年，那苏利也40岁，就跟马克华伯格差不多了。不行，马克华伯格。苏利，我超过分，我不买单。被闲到，我觉得有太多人的样子太适合他。哎，我想要讲 FB 是麦特戴蒙吧？白痴。那我们开个片，哪一个是屈中恒，哪一个是宋兆基？又来。真的好，我不知道哎、欸。可是我觉得《秘境探险》很难超越耶，因为《秘境探险》它在游戏中的那个过场那些呈现已经很电影，已经很 cinematic。对，一定要弄成电影版。对、啊，那你弄电影版、啊，你当然也是用动画嘛，因为你怎么可能从哪里你背后那个遗迹把它砸掉，那太难了吧？对、啊，因为那么大的场景，你如果真的是《秘境探险》的话，你一定是要很大的
神殿或者是遗迹这样子。不过那一定也是用动画呀。不过我自己猜，我预估啦，我觉得这种电影通常走到最后就会是动作场面超多，人打人，对，就跟古墓奇兵一样。哦，对，古墓奇兵以前也有出电影嘛，对，那电影也是就是打了，没什么古墓，就是穿战的，没什么那个。古墓感没有什么游戏里面那种要爬哪里解谜啊，没有这么多东西，对对对对，大部分都是还是战斗画面居多。当然也是这样，因为如果一个电影就是两个小时、一个半小时都在解谜，也是一个半小时主角都在房间里面，在那想半天也不太对，对不对？对，都在那边，然后一踩，呼，然后就跳下来，对啊，原地跳，或是一个超小的阶梯，明明可以走下来，但是还是按到跳，还是跳超远。还是掉超远，哎呀，跳好了，突然吸到一个东西上面，超感就超猛这样的都不会掉下来。不过我觉得也有机会啊，如果他们找全游戏是最强的握力，如果他们找了那个小蜘蛛来演的话，啊，搞不好也是真的要他做一些特技啦。但是我觉得一定动作戏还是居多啦，这种东西拍成电影的话，就是蛮妙，就是说，像那个怎么讲？以前的 Lara Croft， 她也不是女杀手，你知道吗？对啊，她只是有配武器而已。她其实是个考古，她是带枪考古学，带枪的考古学，她就用枪的尼可罗宾啊，只是一个这样的概念嘛。然后呢，可是电影就把她，他就把它变成拿枪的索隆啊，就是把它演成那个 Mr. and Mrs.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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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都是玩游戏的人，这种翻拍的本来就会围场水，但是出来，但是还是会看，对，还是会看，然后出来就是看看怎么样。其实这种它很也不会说超级烂到哪里去了，因为对，就蛮多前车中庸的，就蛮多前车之鉴，大家也知道说真的不要乱搞，没错，而且只要不要乱搞 IP 本身好的话，基本上真的做出电影也不可能烂到哪里去，对嘛？大不了就全动画，然后把脸换成那个小蜘蛛就好了。也是，对不对？就这样子嘛，方便。反正现在里面游戏里面的人也是人家装那些 OK 去抓。对啊，对啊。不啦，我觉得 IP 好就好，你看看音速小子，对不对？音速小子不会啦，音速小子现在好了。对，但是音速小子我觉得已经是我自己保守估计，就是近五十年来会是最恐怖的、惨痛的一个经验，应该不太会有人去重蹈这个。在搞那个，你是说他最一开始那个？对，但他现在说的大家还是买单啦，至少我就买啊，我觉得现在评价很好。我看到现在宣传片，我甚至想要看一下他们之前的正片到底长怎样。哎，没有，你们看过吗？没有，他没上、啊，没上、啊，对，没上、啊。那怎么会被骂？因为他还没上预告一出来就被骂爆，他们就直接拿回去重做、哦。对啊，然后就过了一年，就晚了一年出。对啊，原来是这样，超厉害，水啦。好，再来哈，暴雪的《暗黑破坏神》《斗争特工》都将动画化啊？大家有其他哪些游戏可以制作成影集吗？动画化要看它是怎样的动画。如果是他们像原本公司本家那种3D动画，我就觉得很推，很推。反正。对嘛，反正他们动画就好看，其他就先坏的就不讲了，坏的可多了，太多了，不要讲。可是游戏公司好像真的蛮容易被戏称成动画公司的。对啊，像英雄联盟也是啊。可是我觉得英雄联盟还好哎、欸，我觉得英雄联盟很普通的。英雄联盟那个品质落差很大，因为他们应该是全外包，是啊，对，就有。而且风格也差很多啊，人设也都不一样、啊，每一次的风格也都不一样，每一次不一样，所以他应该都是全外包，应该都是外包。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很合理，再不外包就等死。哇，今天对啊，可是我觉得暴雪很擅长啦，就是那种就是塑造那个气氛跟那个鸟机感，我觉得，是啦，那个是动画，他们的动画比较容易可以带给别人，他们的东西比较容易史诗啦，比较容易有史诗感，对啊，就是这样子，而且他们一直以来也都是音乐一直都是很前面的公司啊，就他们的配乐一直都是做得很好的，不管是任何作品，对，每一个作品大家都是朗朗上口的，对啊，所以暗黑什么时候想要出啊？对啊，你要出啊！我好想看玩看看到底会怎样。我愿意用只狼的 DLC 换暗黑 M。不是，你知道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暴雪的以前常常很久就是那种十年磨一剑，可是现在的这种
怎么讲啊？那种大家出游戏的那种节奏跟效率跟对频率啦，频率来讲，没时间让你时间磨一剑。真的，你磨五年的时候，你东西就过时了。对啊，他是不是给大陆的那个去弄？还是对啊？是网易吗？还是对啊，网易吧，我记得是网易。嗯啊。游戏本身给谁弄我不知道，你很厉害，你很敢表达、哦、你好像是我们最的给哪里做，我觉得给哪里做根本就不用去就是靠背这件事情，因为很多游戏都嘛有给中国做，只是要看它游戏本身的机制到底是怎么样的。对啊对啊对啊，做得好就好。对啊，一堆一堆，你以为是美国人做游戏都英文的游戏，它其实也是中国人做的。对啊，真的还有。对啊，还有啊，还有啦，天哪！反正就是这样。对啊，所以你也不用哈，就是他今天做烂，他就做烂，你也不用管他是哪里做的，对不对？那今天他做的好，你也不用管他哪里做的，反正他就是好，反正就是这样子。对啊，好期待。我觉得所有的游戏我真的要讲话，所有的游戏我都很期待可以做成影集啊。影集啊，动画、影集啊、电影啊，其实真的是，我觉得所有游戏做成，就不管好不好看，我一定是都会看，只要是我知道游戏，我觉得这样很爽。就是对啊，如果都是我们知道游戏的话，人家还没哦，在看什么时候好看，听说什么时候就。十年前就玩过了。对呀、啊，前一阵子那个猎魔师，对不对？出来一堆人那边，那我就早就玩都不想玩了，我那边昆特牌打都不想打了，我讲说。买了五六年了，好不好？啊、没玩过，买五年好不好？新闻在那跑完，打第一场昆特牌就再也没玩过其他东西。对啊，我觉得很不错啦、啊。什么我都想、啊，就代表，就是因为游戏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艺术集合体嘛，音乐、影像、故事，东西的集合体。那他们中间一些东西被分出来，在别的领域如果还可以发光发热的话，那就对啊，还也与有荣焉的感觉。尤其是现在好多游戏的剧情真的都是、啊、哦，那个已经是史诗级电影。对，你想看如果《只狼》拍成电影，哦，哎、好，很期待啊、哦，对不对？好血腥、啊，到底谁要演破戒真呢？好高啊！到底谁要演诗源呢？但是我觉得卢比。白痴啊！思源，我只推中村獅童啊。中村獅童应该可以演贤一郎吧？不行，他太老了。中村獅童就是演思源啊，不要再跟我啰嗦了。对，你看里面很多角色，如果看到真人版，很帅哎、欸。徐锦江，徐锦涛哦，徐锦江哦，很可以哦。不行，我觉得徐锦江要演那个，我可以放那个鬼行部啦。哎呦，他这太烂到我真的不记得他名字。我觉得徐锦江要演那个啦。哎呦，白痴！还有什么？对，谁要演火牛呢？火什么？火牛？火牛什么？火牛用动画画一画就好了啦，还要请一只牛来演哦、喔，穿布偶装，好麻烦哦、喔。然后天狗谁演？小六。为什么天狗哦？你说小兵，全部人都吓死了、這個哦。好怀念、哦，好怀念哦！哎、欸，也才两年呢。哎、欸，不对哦，也才去年而已。19嘛？对啊，19四月嘛，我记得。对啊，去年四月。对，还没一年，还没一年呢，感觉好像是十年老 UC 了。对啊，对啊，怎么会这么熟悉？现在想到那个天狗的实况组吓到的合集的影片，已经觉得是那种两三年前才看的，感觉已经是低画质影片了。What the fuck？ 一系列好喜欢哦，我有被撞飞，我觉得好好玩哦。笑到不行啊！好，来日本的网络调查，你最喜欢的动漫魔鬼角色是谁？不管角色的本身是鬼，还是打扮像鬼，还是强的跟鬼一样都算，有哪些人物太多了？对，太容易了吧？对，对，太多了。我们看一下，我猜曹与虎的虎一定有哦，怎么又是鬼灭、啊？对呀、啊，弥道子的鬼呢？白痴，弥道子是哪鬼呀、啊？鬼、啊，超级不鬼、啊，不算鬼啦，他不算，他在我眼里他不是鬼，他是什么？如果是说，他就是一个不敢晒太阳的废物，白痴，他当然不是鬼，不是鬼，那什么？是我婆，不是，我才不喜欢他，我喜欢的是，我喜欢谁、啊？我看看还有谁？哎、欸，拉姆可以，我的鬼，我的二次元初恋、哦，第五名，拉姆可以，第五名。然后还有谁啊？索玛丽哦，索玛丽，
我可以。第十名的鬼到底是什么东西？第十名土方十四郎，他是鬼之副长啊。不是，我说鬼，你有看到电话平安打、哦、第十名鬼、哦、不知道哇，这么的鬼，简洁有力，就是鬼啊，就一只鬼。土方十四郎是什么？鬼之副长、啊、副长哦，对、啊、对对对对对。然后外道丸是那个嘛，不知道一个美女嘛。外道丸是谁？一个漂亮的女生。暗黑魔王号新干线变形机器人是谁？对嘛，拿出来一个女生嘛，对吧？阴阳那个 Kids No Anna 的那个嘛。菊花主播，菊花主播，白痴。而且拉姆为什么的？没有，一个是福星小子的拉姆，一个是粉红头发的拉姆，是吧？对对对对，两个，一个是雷姆的姐姐拉姆，一个是那个穿豹纹的那个豹纹这样子。哦，那个色胚都叫拉姆。第四名 Michael 嘛。那个马枣女，第四名 Michael， 什么东西了？好，可以，好，可以，看完了。鬼哦，强得像鬼一样的，强得像鬼的，这样子这个范围也太广了吧？对啊，日本动漫哪，这种王道漫画哪一个不是强得像鬼？哪一个没有强得像鬼？对啊，是啊，全部都是吧？对的，而且我前一阵在跟那些比较常玩 PUBG 的人一起玩射击游戏，他们随口都说哇，跟鬼一样哎，大家都是。哇，你一打三好屌，跟鬼一样哎！一打三就可以变鬼了，是不是、啊、？OK， 鬼神，好，再来 YouTube 史上最长的影片。哦，看这个我有看到，我今天有看到新闻。什么？我来的路上看到新闻，哭出来。Child Call 频道，二十四小时啊，哭出来哦！啊，这个频道、啊、停掉了，这个没有了，为什么？不知道。重启了吗？对，因为大家太气了，对不对？不是，这什么意思？我不懂。它是一个 lo-fi hip hop， 它是一个 lo-fi hip hop， 它就是一个二十四小时直播，然后那个里面的影像就是一个小女生在听音乐，然后在写功课，然后一个 GIF， 对，然后二十四小时都在播 lo-fi 的 hip hop 的音乐，就那种很舒服的 hip hop。lo-fi 就是低解析，对对对对对，低解析的 hip hop 音乐，就是它你会听到一点点的白噪音，像杂，对对白噪音，对对对，然后就很舒服。但它就是很多人会，比如说拿来。看书啊，读书或者是休息啊，睡觉的时候都会听的一个频道这样。我两三年前就爱听了，我到现在我到昨天都还听呢、欸，我到前天都还听呢、欸。那他就被断播，然后现在又恢复了。他断播就变成一个，他很神奇。YouTube 史上最长的影片有13000多个小时、欸，好扯啊！我有的时候好扯、欸，我有时候开台，然后就反常放个开台歌这样，就放个音乐让大家慢慢进来，然后去忙我的这样，然后就放这个频道，放到自己忘记开台。太糗了吧！你就可能放个20-30分钟，糟糕！可恶哎！哎呦，为什么要断掉啊？但是已经重启了嘛？确定重启是不是？可是版权，那播了13000个小时才版权啊？对呀、啊。啊，那现在怎么重启是怎么办呢？那他重启是说他会接着那个时间继续，还是说就没了？没啦，就重拍，应该就是完了。一万个小时是几天都不知道，不知道被 YouTube 自己搞500天，对啊，点去放了快腰瘦一年半，快点！我那时候听的时候才对不对？才几百万人听而已。对，我也是。那现在多少人？刚刚不是2亿多吗？我没看到。欧扯，欧扯。哦、好夸张！好，再来下一个哈，等一下，刚上面那个有个大，想问一下大家，我自己也想知道，就平常有习惯听边听音乐边做事吗？你一定有，我要看做什么事，我也是要看做什么事哎、欸。其实如果真的要很专心的，我是一点声音都不行的。嗯嗯，但如果是很直觉就可以完成的事情的话，比如说煮东西啊，打扫啊。哎，对，我也觉得打扫一定要听歌。对啊，对啊，那就一定要听个歌、啊嗯。打扫不听歌，我就坐下来玩游戏了。打扫不听歌，打扫不听歌，但我已经很久没有打扫听歌了。跟真，我已经很久没有打扫了。哎、欸，因为我买了一个本身灯打扫机，买了一个本身灯打扫机灵的。啊，他打扫基本上不用听音乐，所以我就在我房间听自己的音乐。小精灵会打扫吗？对，但我后天就要把它改。我刚后天还明天。随便了，反正我也把赶出去了。然后等一下我就把赶出去了。那大爷会吗？我很少打扫。我不是说你会听音乐啊，听音乐做事啊。直到你很少打扫，你今天是不是很累？对。那请问，想先请问一下，今天为什么很累？失眠了。哦，失眠了。又失眠了。又失眠了。几点睡着的？我本来2-3点，你知道我看手表都是5点半。两三点。两三点就就寝。然后下午2-3点就寝，晚上啦，就半夜睡觉。其实5点多就起来了，就是我一直没睡着，一块白天。哦，到5点半才睡。那后来有睡着吗？有，
睡到。那我又蛮早起来，我大概十点十一点就起来了。到现在。对。所以你就睡了大概六个小时。五个小时这样。对，然后又没睡好，所以精神不济。中断睡眠之类。漂亮，辛苦。然后音乐的话，还在想你这节奏，好不好？你整个在你的 tempo 里嘞，有发现整个进到你 tempo 里面，这个 tempo 都是你的。你觉得讲话啦整个 tempo 里面，狠狠的把他甩到旁边去。我也鬼不可欺，不要吵着他讲啊！啊，对不起，对不起。也 cue 到我一个讲一下，第一个，会吗？会吗？我有一阵子很仰赖我降噪耳机，这样我才能专心。你说你不听东西就戴着？我会听，就是听那种我很习惯的音乐，就是是同一首，然后很一样频率，就是我不会听的会很开心那边晃，就是它就是让我隔绝外面。但是是。它是一种特定，就是那种白噪音之类的音乐，是音乐，但是它是不会引起你情绪高。它的频率在那个白噪音的范围里。对，有啦，我有时候我坐飞机的时候也会听那个。哦，真的吗？我的音乐是非常可以控制我的情绪。我也是。我是非常擅长用音乐控制我自己的情绪。所以你工作会听工作的。对，工作不能听音乐。好，我现在先听点歌。工作不能听音乐，没看到他们把我们的耳机已经收走了。原来这不是连到我的 Spotify。对啊，音乐是非常对我来讲差很多。对，我也是。我做菜的时候都会听音乐，听一些开心的，怎么就有时候开车开太快，赶快放一些比较轻松的音乐，慢一点，把那个 BPM 会影响那个开车速度，真的会。对对对对，然后可是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容易，在家也会啊，就打扫你也要放一些。就是那个中庸的音乐，你不能太嗨太嗨，你打扫打扫就开始齐飞轮的那种。对啊，然后很慢很慢很慢，你就开始坐在沙发里面，然后看一下电视好了。然后就睡着，然后就睡着。不想站起来，我整理一下桌上的零钱好了，没办法没办法站起来整理。你看你是真正的音乐人呢。对对对。音乐人，对啊，是什么个性？是不是？对啊，真的音乐人。对啊，很影响，音乐摆动。我很影响，我很影响，就很嗨。你知道我平常在我的频率平讯，我的情绪都是很平静的。你的情绪都是很清静的。对啊，然后比较难有这样子高低。节目上是节目上嘛，当然要比较那个点。可是我平常都是，可是音乐很容易就是触动、挑动我那根情绪的神经，另外一根筋。而且我很容易被洗脑。哦，对，我也是，我非常容易被洗脑。就是如果你等一下突然唱一首歌，我接下来就会一直在心里唱，唱到晚上睡觉。然后连脚啊，打拍子，连手干嘛都是爱一样，对对对，超不爽。但是如果又唱另外一首歌的话，我一听到哈，又会换了这样。好，讲讲觉得自己好笨，浪费，好容易被影响。讲觉得好烂哦，好人云亦云，好浮。我这个情感渣男，情感容易被影响，脑袋渣男，脑袋渣男，情感变来变去，容易被人家牵着脑髓渣男走，好可怜。好啦好啦，来。这个卤蛋有听吗？差小没事，再补一个。你应该在听吗？听啊，就是坐家事的时候听啊。你也是坐家事听，都坐家事，其他时候不太听。我也是哎，他们都开实况啦，点一下台来看啊，或点影片啊，软而不会特别。哦，对对，我也会，我也啊，我也会，我也会。虽然都不在，都没在看。是我的内裤卡卡蛋，我一直拉不出来。神偷卡门，神偷卡门，我刚一直拉不出来，就拔到一根毛，还有点痛。神偷屌卡门，所以啊，我也是啊，听台跟那个听音乐，就放个什么东西让他跑。对对对对对，可是拉到差不多了。可是我很不喜欢看人家开实况的时候放音乐。为什么？就是比如说放着音乐，一边放一边聊天，或者一边放一边打电动这样。那我就觉得比音没调好了，怪怪。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觉得好吵。哦，太杂了，对对对，多了一个声音，对对对，我到底要听音乐还是听讲话呢？对对，我到底要听音乐还是要认真看你那个云落有没有按呢？我搞不懂，哦，我就不喜欢，所以像我开，不然就是你就因为它同时有游戏，然后游戏画面、游戏音，他讲话然后跟音乐，我觉得对对太杂了，对对，如果他什么都不讲，只有音乐跟玩游戏，如果就 OK， 我觉得人家也不行，是不是？他只有一个声音，啊，那你好挑哎。所以我不太看别人。不是啊，有一些那种什么精彩操作，他都会配一些音乐啊，那不就这样子而已吗？不是、啊，那个精彩操作才一段而已啊，那就还好啊。我是说，如果在家里看实况挂着当 BGM 的时候，那种有音乐游戏台我都不挂。OK， 我没办法。哎、欸，我也没挂音乐游戏台，其实我也不挂这种台。音乐游戏，我其实
游戏，我不是说，玩 in game， 我是说玩游戏，然后又会放。对啊，我不挂那种台啊。而且我觉得点受不了，尤其是点播很吵。对啊，我连讲话聊天台背景播一个音乐，我都觉得有点不太舒服。你都，我觉得纯音乐就还好，但他放那种就是比如说不搭嘎的啊。对啊，比如说他讲话讲一讲，后面放一个高尔宣，所以我今天才哎，我被洗了，来路上随便点了一个人的实况啊。等一下，看后面就这首歌，我从刚才车上唱到现在，我连刚才楼下买菜结账的时候都还哼了一下，前面人还转过来看我，我就戴着口罩，没有办法，然后就，对，他转过来，口罩上面写“最爱耳轩”，我没有办法，我其实不是，我不会其他句的歌词。好，下一个，超猎奇大雕抱枕。网络爆红，这商品你会想购入吗？让我来瞧瞧，我来瞧瞧儿。哇、欸，不会，送大鱼了，不会，这不会。他如果是非常写实的话，我就会买。我觉得这很好笑，这不是有类似的吗？欸、右边的我觉得很像一个大便，像一个大，对啊，很像大便的、欸，立体屎，立体。这个有啊，这很常见啊。西门啊，家家。可是我觉得这个我这就不像啊。对啊，他如果做一个超写实，还有爆金的。哎，你说这个是那个盗版的那个那叫什么《越南大战》的外星人，我都相信。对啊，对啊。他如果做成，就之前不是有做那种什么很写实的什么虾子啊？对啊，对啊。什么披萨？哦，做一个超写实的，超写实的英军。哦，我买，那我就买，对不对？我买，那个没有上市哦。我觉得可以吧。那如果他要摆在那种网络商城，重点是你点去那个商品的时候，他先问你有没有满18岁，对嘛，就可以啊，就好了呀。对啊，了不起做的像爸爸，我就会爆卖、欸。因为这个东西会爆卖，而且它会怎么样？就是它会是很多人买来，就是比如说整朋友或者是搞笑，对，让他难堪。一次性礼物，对啊，对，一次性礼物。我明天就出，哎、欸，对啊，哎、欸，完了。而且没有那个五年后就会有那种钓鱼农场的文章出来，就是说还记得五年前爆红的这款超写实鸡鸡抱枕吗？主人找到了，现在是一个什么小鲜肉这样，对不对？是小鲜肉吗？主人找到了，现在在跑路中。对。所以然后又一系列这样子他这样帅帅照片，这样 Instagram 这样子，又是一波炒作，哎、对不对？又大家又会五年前找到，又有人说，哎、欸，五年前真的好怀念，再来买一个好了，对不对？五年后，不知道我已经连东坡肉都不行了，好吗？已经不是绑线这么简单了。哎呀呀，好，再来最潮梗图，网友又发挥创意了。美国队长真的很烦呢、欸。美术系什么意思？就是美国队长的系列。哦，这真的很白痴哎、欸。两件八十。超多，这我应该每个都看过。很多哎、欸。母鸡头。被揍。皮卡兵。皮卡兵。少一点皮卡胖。对。如果他皮卡兵吗？皮卡兵你秃头，对，你是秃头，直接打他。这就是为什么这边突然红起来，我不懂，还蛮白痴。就是新的梗图格式啊，梗图都嘛是这样突然红起来。好不，再来，网友喝喜酒分享菜色命名，这样的菜色你会想吃吃看吗？我不用想吃，我已经吃过了，他只是换个名字。真的吗？对啊，就是全部都超中二的名字啊。哦，这个就是那个看不出菜是什么的嘛。对啊。我看一下，我们来对一下哈、哦。花好月圆天作合，是八尺琼公玉，所以就是炸汤圆。等一下，右边的那个花好月圆天作合，我不知道什么是汤圆，就是汤圆啊，炸汤圆啊、哦，对啊，对啊，白红白汤圆、啊。鸿福齐天金炖金制牌比拼盘，就是凉菜盘吧，那种假鲍鱼啊、龙虾、啊。我来看一下有没有左边有没有比较夸张的黄金体验是什么？西式金制蛋糕。哈哈哈哈哈哈，然后送一盘西式蛋糕。水之呼吸三字行溜溜舞是菊仙贝，不行，这不行，这有点硬尬了。对呀、啊，传说中的灵鸟花旗参炖山鸡，我觉得这还行。对，传说灵鸟可能还勉勉强强有。万解千本樱井盐是樱花虾米糕，你要靠那个樱进去就对了。可以啦，西瓜榴莲吉宝岛鲜水果。哦，有啦，汤圆。我看一下，为什么玉芝财宝啊？王子财宝，玉芝财宝在哪？
王之财宝的那样。对啊，王晶体验看起来蛮好吃的。哪里？哎、欸，王之财宝，我觉得还勉勉强可以，因为它是鲍鱼，啊、哦，对不对？然后昂贵食材弄得怪里怪气这样。溜溜溜溜五是反正就是鱼嘛。成本一只樱花虾。零地点突破改，我真的就是真的看不懂他在干嘛。哪一个啊？黄金铁哦，就右下蛋糕。哦，对啊，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我不知道。好吧，就这样吧。好，晚点好了。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是什么？变猫术。国外绘师将魔兽世界的知名角色猫化，迅速成为魔兽世界玩家热门创作之一。角色猫化的样子有没有让你心动，想拥有这样的宠物呢？图片，哇哦，好可爱哦，是细致的，伊利丹好帅哦，真呐，凯尔萨斯最像，傻眼，凯尔萨斯好像阿西蒙德，我觉得伊利丹很帅，好美哦，伊利丹超帅，真的也很像啊，对对对对，只是感觉没有那么胖而已，可以。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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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黑黑暗暗的？那我们今天呢，小小的宅一班，我们来描绘出人物猫咪化的样子。我们会有三个题目，比较简单的，轻松一点的。好，又要考验我这个啊？画画灵魂画师，考验我灵魂画师。对啊，灵魂画师的时间。我这四零孙大千好不好？哎、欸，孙大千，张大千，张大千，张大千水墨画，孙大千选举嘛。完蛋了，忘记了，算了算了算了。那个皮卡索，皮卡索，是你皮卡索。拉画起来。但想不起来谁是谁。画起来。那大风里面那个叫什么？大风里面那个叫什么？孙小美。沙特阿拉伯那个。谁啊？我们是大风里面那个叫什么？请出题，请出题。大老千。啊，对，卡子呀，大老千的、啊、卡子呀，卡子呀，画的猫。我很可以啊，我不行。噔噔噔噔，要记性好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Hey everyone.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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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猫也太奇怪了吧！我画过程都觉得还好，画完瞬间觉得自己完了。啊！但是我最近有真的蛮想练习画动物的，因为。我除了人以外的东西都不会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好像是，就我除了人以外的东西是画不出来的。不怕，我觉得你画的每一个都是比我的好的，很灵魂呐、啊。但我真的如果要当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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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一些人，也有一些仆人，也有一些仆人作家的仆人图洛克。普伦图勒克是哪一个魔兽世界人物的名字？好了吗？来，来了，来，一二三。你哪有猫啊？哎、欸，可以啊、哦。我靠，好赞啊、哦！你这蛮屌的，你这蛮适合当贴图的。我靠。哦，凶巴巴！哦，你好会画哦，你好像那个长毛猫哦。而且你就把蕾蕾头换成卡西亚吧。哪有蕾蕾？我蕾蕾就是猫，不然嘞，毛都长的，不然嘞。你的好好笑哦。傻笑，仆人。我谁？我看起来好开心。我谁？我不就只能画同一种 type 吗？
对啊，我也是。被邻居抗议的那种猫，很吵，就是每天都在家里的那种猫。然后三位，超大声的，狐狸，水啦，来了，啊啊，等下。画鼻子，画好了，画好了。好。来，一二三。哇，你这好会画。对啊。是老鼠吧？太邪了，像老鼠。伊藤润二，轻轨啊！伊藤润二啊！我的天哪！好，下一个题，最后一题，有啊？这么高难度是不是？这么难是不是？这么难是不是？我要拿出，是时候展现真正的实力了。看家本领。不要逼我画猎奇的东西啊！不要，真的是不要逼我拿出真正的实力了。叹气，我到底在画什么？你好适合去贴图哦，是不是？你好适合去贴图，完成啦！我已经不知道我在画什么了耶。我也是，你这个真的偏猎奇，偏猎奇，好恶哦！我跟你讲，你那个才一等二，我跟你讲，我没有。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的，我真的是猎奇棋手的好不好？猎奇，这个是你，我可是被我可是被美术老师是伊藤润六啊！好来了，一二三，这什么合成？哎，你太可爱，是狐狸耶！你跟我根本一样啊！你跟我根本一样，好不好？假龙啊！同一个好不好？只是我只有一种你是公的，我是母的的感觉啊！哦，白痴、欸！我们是有超多陷阱，白痴、欸！这个笑到傻眼，傻眼！好好好好好 ，OK， 好，成功！咱一般怎么那么好笑？咱一般就很扛哎、欸！你看，你看，你看，不错，我觉得概念好。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礼物猜猜，有这个钢杯小子跟向德凯送的礼物，这是大鱼的，大鱼的，啊、鱼宝宝，是啊，然后这个各种哇，好重，哎呦哎呦。这个不知道是谁的，我就选什么呢？哎呦，哇塞，这个，哎呦，哇，这个真的是送的还是你们订的？然后拿过来而已，他送的，
一日蔬果，一日蔬果，为什么一日蔬果？还有一日蔬果，为什么？他没有连吃入啊，连信都没有。我的好像是厂商装观众，厂商装观众送过来的。好，好，那我等一下来喝一个好了。北海道恋人，北海道恋人。哎、欸，北海道恋人好假呢！是这个吗？巧克力卡片，你先拿出来看啊。没有啊，你帮我看。都没有卡片。来不及写，太来不及了吧？它都是巧克力卡片，都没有卡片。车在赶飞机是不是？谢谢赶飞机。好，谢谢，好像很多口味。对对对，是的。我擦！谢谢这个钢杯小子跟向德，谢谢 Fox， 谢谢雷曼。钢杯小子是送哪一个？钢杯小子送蔬果吧，蔬果汁，蔬果。好，可以，等一下就冰起来。谢谢。水了的是。好，谢谢。然后这part差不多到这边啊，提醒一下，欢迎大家去 PCOM 选购我们的商品，看一下，到底下这个网址。就可以买到我们节目的周边商品的 QR code 也可以扫，再有我们的节目赞助活动，哈哈哈哈哈，好卡哦，然后你看看，我也有这样过，大家所赞助的金额会作为节目游戏竞赛的奖品，奖品会署名，还有我们的橄榄基金，然后宅系列影片的制作加菜金，请大家多多支持哦。好的，我们第一 part 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呢，我们有一个来宾，一个专家要来跟我们一起介绍他的专业的项目，好不好？好，我们先进广告。看不来啊，疯了啊！啊，好看了。嗨，大家好，鲨鱼，这个红色按钮订阅要踢腿，快点订阅，你们赶快订阅。这样你才不会漏接我们所有摘照的影片，精华节目影片，还有摘翻车。